速弹跳力怀孕小朋友也抓出来了。第二个有没有骨质疏松症、脊椎受伤、开过刀的有没有？我都卖得起来，一直等一直等，你若买水果好，唔可能会受伤哦。特别注意录音时候特别交代的，反正爱讲你的身体你家己想清楚，该不该玩自行决定，不要勉强。第二个香蕉船有没有玩过？分两种，翻跟不要翻，赶紧转。爱金丝坏气球，你选变行路，你选歪变，还是根据阮自家二十几冬的经验，不管你选变还是选歪变，吼，会伫你心内拢爱有落水的状态。啥物？转变船只条杆，变选歪变，伊干哪样？用歪变无成功，不用你就摇来摇去，当时也唔是个心情，但是来船，对船只一般都包把控，其实爱爱有水的准备，没惊，反正咱有救生衣箱的，船只就给你。咱收一个重点哦，香蕉船啊变落去，双手爱把香蕉船放开哦。你无放手，船啊变过来是绝对给你带咧水底，你会离开咧离水。下期你下个水底放手就好，你有救生衣马上会浮起来，船只会随给咱救。在座有没有不会游泳的，请勇敢的举手。哎，好勇敢。好，手放下。不要求水也特别注意哦，当你下个水底浮起来了，你船只未来给你救进前，你也给你先救自己，后面来救。双手抓住救生衣领口，脸向上，保持呼吸就好了。你不要明明就浮起来了，还把头埋在水里面，一直喝一直喝，救命！来，你救生衣就白穿了。特别注意头要抬起来，保持呼吸，船家会尽快救你回来。好，继续。就这样嘛，你唔知。不然第二个、第三个多益滑板，十五公斤的沙板，等你滑冰胜的时阵轮到你，你就站滑板上。它上面有两个袋子，双脚穿进去，像穿拖鞋一样。站好，抓住前面的木棒，身体重心往后，船就带你去外面飙一圈。玩这个要注意什么？十五公斤的木板打到会受伤哦，要怎么避免？你站在上面的时候，自己的身体重心一定要尽量往后，简单讲躺着就对了。你不要把重心放前面哦，还让你蹬你会往前再撞到木板，不是木板破掉，就是狗狗破掉，电锯钢结啊，哎，下回碰到大家。我就抓出来了，沙浆，特别注意，你别家厉害家己哦，把重心往后就好了，不会撞到木板。船带你去冲，顺利回来挑战成功，但是呢，中途失去平衡，滑在水底要安怎？老板。双手会记稳那一点，来放开哦。你注意听哦，上回你无放手，船那会直直拖哦。木板有浮力的位置，较有规则来下巴哦。你搁唔放手拖落去，十五公斤的沙板会顺着海浪一直无情的照顾你。安尼讲完，等下你想看嘛，变安怎？我的经验上紧撞到像猪头，上严重十七只、八只停在遮，像怪医秦博士的杰克，应该是在这边撞出来的。特别注意，下个水底你放手就好，木板马上甲你分开。你有救生衣，马上会浮起来，船家会立刻救你回来。好，水上活动绳条、救生衣不要脱，穿回来休息区。你要下去玩水跟游泳都一样，请你救生衣一定要穿。团体旅游有保险，保险公司明文规定，有注意一点，爱穿救生衣，要不出代志，完全无理赔，为着你家己的安全，卖予台湾的亲人，反倒要卫生队救生衣加力一点爱心，过来掏钱的安全浮标有没有看到？人船分开的界限，船那里我靠，人内底拢袂弄到真安全。但是我要讲的不是这個，我要讲的是安全浮标，伊家己本身一点啊拢无安全哦。伊等起泡里水底上面长满了贝壳跟牡蛎，像刀片一样，请你不要去摸它，不要去攀爬，割到会流血。好，最后。水上活动结束，咱会准备一人一粒牙齿，两人一盘水果，搁一条鼻毛巾互你用。饮料无够，恁来看后壁已经白色的铁柱吼，叫车闸条的，已经叫白宫吼，白宫内底拢有在卖秘鲁汽水、冰沙、矿泉水、刨冰机啊、冰无炸、沙无炸、果无炸的，内底嘛有水哦，家己去看。路上活动，麻将、象棋、跳棋、扑克牌、沙滩排球、桌球、飞盘、飘忽闯、天天圈、舞板，全部都在白宫里面。要玩什么你就自己去拿，不用钱，用完拿回去放。最后，浴室、洗手间也在白宫里面，它是收费的，门口有人在收钱。上厕所五块，换衫五块，洗完裤也收二十块，下期你要用便所扎进去，二十五扎一百五走你，五百一千可能会走袂贵，请你甲导游好再去，安尼清楚袂？好嘞。最后一点的，有没有不玩水上活动的请举手？一二三四。一二三四，OK 好，手放下。那你们是要按摩吗 ？OK 好，小费40块，记得给人家、哦。好，那你们要玩水的，请换装，往后的要穿再穿进去。哎，给你把眼镜放掉，不要戴眼镜下去，掉下去会找不到。后来开始活动，看一下多下。好，来。哇，太厉害了。哇，连续讲四场，太厉害了。哇，现在第五场了，太厉害了。对啊，这个老板太厉害了啊！